为了增加行人用路安全，桃园市公所为今年一月开始，针对市内宽宽度七公里道路进行人行道的拓宽征收。车道跨度为原本的四米缩减到3.3米，但仍然保持两线汽车道以及一线机车道。市长林信祖表示，人行空间的增加除了是未来的趋势，更是因应目前高龄社会需求，毋忘年底完工以后，好民众一个舒适佮安全的用路环境。为今年2月开始，到了市公所是针对市内外宽路7公里的道路进行人行道的拓宽，原本的车道是为4米缩减至3.3米。但是依然是维持两线的汽车道以及一线的汽车道，都要增加行人的用路空间，同时也希望会当来降低来往车辆的速度。咱管理的车道吼，同款的维持两个汽车道，一个机车道，这是无变的。只是咱管理咱甲4米的车道吼，咱甲变成3米3，照咱的内政部营建署的规定吼，车道缩小吼是有法度变成讲吼人的惯性的问题。伊车咧高速行驶的时阵吼，你车道较细吼，啊相对咱的车速会较慢。针对着人行道的拓宽工程，大部分民众都表示是会当来做接收，但是有寡民众表示，原本好好的道路，为什么是要来改变？随着车道的缩减，也可能会来造成行车的不方便。刚乌了伤过啦，应该较少，你话侪路较宽啦，到好。你感觉是卖乌遐出来就对啦。对啦，啊要出来要弯到受死弯啊！人行吼，即马全老的吼。啊，为运动，啊，为行动较慢，啊，有一个空快的所在来行吼，安尼是算一种真好啦。路吼，做一摆咱就要留好势，卖留了啊，就破了，啊，随起，就搁随歪，啊，歪了路拢不平匀，你来无？到了市长林信祖表示，台湾曾经被外国的媒体讲是行人地狱，而透过人行道的拓宽。除了会当来增加民众运动散步的空间，同时来增加行人安全，以及因应目前高龄社会的需求。另外，未来这7公里道路征收完成了后，也将会当来加出800个停车格。尤其啦，台湾啊吼，去用讲是人行的地域啊，吼，咱起码做人行步道的建制啊，吼，是完全咧，让咱的行人有充分的通行权。这叫做公共使用吼，公地就是享有民众吼，供大家经常使用吼。其他村的空间，阮就是来做啊汽车的停车格，拢将为成功路甲保障路拢将7公里吼，我算起来拢将会增加800几个停车格吼。目前台北市外宽路7公里的人行道拓宽工程也将在今年年底完工。伫个施工期间，造成民众无方便，公线车大家多多体谅。期待未来工程完工了后，会当为台北市带来进步。记者江义长报道。